什么？你讲出来！你边头不是第一单叫那个进来啦？志成，你进来啊！我真正去烧啊！是烧啊！你把炮声安怎做啊？我要把这间厝卖掉，然后马上搬出去。安尼嘛好啦，我嘛是感觉这间厝最阴的。我赞成，卖掉嘛好，我无想要继续住伫遮。我今仔专工来找你哦，是要甲恁买厝啦。恁哪张要卖厝啊？这件代志。我敢那有甲潘伟廉一家伙仔讲啊，甲我讲迄个唔是人啦、啊。我之前做过房仲，合约书拢传平平啊，早就已经准备好啊。我之前有找房仲问过，伊讲咱这间厝至少会当卖4500万。啊？哦，小贵，我出3000。3000？哦，你当作假呢？我根本都无想要买恁的厝，好不？那是家的人来找我，拜托我求我，我才勉强答应的呢。老弟，无你甲吴院长讲，哦，你家己甲讲，哦，你讲哦，我今日来找我，安尼就好啊。三千万！我今晚就请，我请。你看袂看袂请？安尼房屋买卖契约就算是正式成立啊。所来过久的代志，才交我去处理。两天，帮恁搬厝，哈。啊，这把刀是我较早买，也唔过我最近想要改卖掉，所以想要请你找一个会晓欣赏这把刀的买家。安尼我了解，我看卖哦。多谢你。就是这，叫对迄个人哦，伊即卖伫个画廊内底，伊摕一把刀，刚刚伊在读白稿先呢。就是这，你讲。伊甲一百刀载入来遮，然后呢，伊敢是来卖刀的？看起来应该是啦，因为伊甲刀内底的人了，伊就无查走啊。我知影，一百刀内底的人，敢若洗到有淡薄仔色，我就介意。你敢会当甲一百刀卖互我？你若有介意，表示讲你甲一百刀缘分，卖你当然嘛无问题。我雄雄哦，有一个想法，我想要办一个小型的慈善拍卖会，卖一挂古董啊，还有一百刀。你若想要办一个慈善义卖会哦，好啦。顾大嫂，我真正是白痴嘞，哪会无想着凯文哥嘛有可能会请顾甲大嫂来参加？哎，义卖会哦，临时特别开始啊，来。咱大家哦，先喝这啦，哦。多谢阮哥对我爱，还佮有支持，嘛感谢大家这么有爱心来参加今仔日的慈善义卖。咱即马就来看卖这幅图，这个画家上心爱女士是做甚物款？即马站起来，一位小姐，就是这幅图的女主。你为倒位摕到这把刀的？这把刀的画家，今嘛嘛伫咧台顶啊！你是不是想要甲大家分享你创作的心得啊？阿顺，你听到别个讲的代志？就是这样。